享受的海岛人生啊！
如此惬意的生活，欢迎您可以每年都来到望安来体验一下哦。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望安最神奇的传说，位于天台山的仙金岩。传说这是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在此留下的脚印，当时仙人一只脚印踩落在望安，而另外一只脚印则落在澎湖的花屿，也因此天台山被称为望安仙境。当然不仅仅这是有趣的传说，望安天台山也是眺望海景的好地方，大家看完花火之后不妨也可以在望安留宿一晚，隔天早上可以到天台山看看清晨的海上美景，体验望安仙境之美。是不是再给我们今天晚上精彩的无人机灯光秀一个热情的掌声呢？希望我们全新编排的澎湖以及望安的主题图形能够让您更加深入了解望安这里的人文风情以及自然历史，那么也相信大家透过这样子介绍之后对我们的望安更加了解，也欢迎您每年都可以来到澎湖，来到望安来走走，吃吃海鲜，看看风景，来找可爱的绿蜥龟哦。那么接下来邀请各位可以将您的目光移向您的左手边，因为在精彩的无人机灯光秀之后，紧接着登场的就是震撼的海上烟火秀。